Hello，影视新版图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欧阳娜娜。是，你好。这是又是一个送分题，他说到目前为止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？有吗？最疯狂的事，可能就是我想一下啊，什么疯狂的事？这样想起来，我这人一点不疯狂。就是哎，我想一下啊、哦。最疯狂的事，真想不到哎！我想一下，我做过最疯狂的事，就给我心仪的学长表白。表白这种事情怎么很正常啊？怎么疯狂？哇，这是我人生中最疯狂的吗？你超稍稍超越我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够料了。嗯，休学不疯狂？哎，也算好吧，休学也算是、嗯，我觉得不算疯狂。我觉得真正疯狂的事是，比如说一夜之间把自己头发全剪了。一夜之间把自己头发全剪了，这种才叫疯狂吧？剪多短？就是像你这么短这样。哦，但我没做过。好疯狂！对，我经常这样疯狂。真的吗？这对我来说已经是最疯狂的事。最想做的疯狂的事情就是一夜之间把我头发剪短。哇，好疯狂哦！或者是订一张机票，然后说走就走，自己一个人，这个够疯狂吧？一个人？嗯。妈妈不同意，妈妈。所以才叫疯狂啊！妈妈说 no， 小孩太疯狂了。